曲律，裹小脚的悲哀。马上脱你们的鞋，暖身一下，不要紧张，放轻松。怎么不紧张？老师真的是干话王呢。哈？谁 Q 我？嘿，姑姑，你上次去吃饭怎么没有约我？约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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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每次都在那边约吗？然后约你又不来，到底是想怎样呢？我就只是想讲约嘛，我没有时间去。啊，真是演的蛮有比赛的样子。我的优点是我很美，但我的缺点是我美得不明显。出问题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不要一片命就怪地球没引力。哦，真的是有个干话的，嘿嘿，叫我 The King of 干话。